哇，你的名字那上面为什么有这个？30日三，长时间一追踪。九蛋晚安，我好想你，我也是。盛元晚安，徐阿北晚安，卡丘晚安，爱你一点点，晚安，庆余晚安，阿北晚安。恰恰哥晚安，瑞卡我爱你，我也爱你，晚安，紫红晚安。现在浪是不是变了超多？Derek 晚安，网络不给力还是来不及上传。哎呀，陈娜森晚安，Sega 晚安，大家晚安。最近的浪好像变了很多，有变吗？有啊，你们一进城就有那个东，名字上面有东西。卢卡没说爱我走心了，怎么雷军？雷军也想变成走心仔是不是？直播的好像大改版，对，真的。Ricky 晚安，所以我现在可以看他是不是常常来看我的，还是有没有追踪啊什么？但我看不懂这个30日18什么的，这个我就不知道。等等要聊，因为喜欢你们，好啊。MV 公开了吗？还没吧。阿大婶晚安，全家神谢送一封信，一直都是走心仔。有人猜对手吗？什么是对手？MV 礼拜五晚上才公开。Ronaldo 晚安。啊，卡妹回来了，我去关门。おかえり。生配信中なんだけど。你不是问你是哪一只手？哪一只手？哦，小易晚安，大家都猜对了，对。雷军公开球，哦，你这个姓名叫真不一样多。答错，大家很多人猜对啊，哎咻，也有猜错的人啦，对，你根本没猜呀、啊，除了你之外，大家都猜对，代表我猜错，没错，青云猜错，找黑皮肤的就是了，哎，不是只有我黑皮肤哦，嗯。应该说看看裙子就知道了，可能都偷抄我的。没有，你不是最一开始回答的。Body 晚安，几点上线？卢卡关于几点上线？卢卡，基本上大家都猜对，我直接也猜错的人。对啊，看裙子就知道了，裙子。如果考完几点超成语，我也是晚安。インスタ投稿再投稿するまでの間ずっと速攻でセクハラ、コメント来たのかって心配してた。あ、違う違う。本来あげるはずのなかった写真がなぜか上がってて、本来あげたい写真が上がってなかったの。怖いよね、インスタの不具合。为什么看裙子会知道？因为我的手下面不是有白裙吗？全就是 Daisy 里面穿那种白裙的就只有我啊。哦，小迪也是白裙，可是小迪的衣服你们应该都知道吧？不是长那样的。谢谢晚安，谢谢也相遇的可爱羊驼。快呢，本当に。所以是哪一只手？就是白色裙子的那一只手，右边。之前那张看不太到裙子，可是你看一下，你可以看其他人的下半身呢，看袖子就知道，袖子应该看不到，袖子没有入镜吧？Cascade 好久不见，看手就知道了，看手就有点困难哦，
只看手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只手是我的。大家的手都长很像。照片右边的哪只手？就是白色裙子的 Mina 旁边的。Mina 的衣服已经不是公开了吗？就是前排的人的衣服你们都知道嘛，然后后排的人的话，看看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反正我的手下面有那个白色裙子，那个裙子就只有我穿了。那个今日，今天眼皮好像有点重。你在 Mina 旁边，对啊，谢谢晚安。谁第一个猜对啊？忘记了欸。维特照片比较宽一点哦，是哦，原来如此。歌词真的不简单欸，那田乐老师的歌词一点都不简单，从来没有简单过。哦，晚安，我是找第二黑的时候，我不是第一黑吗？我是认手臂上上面数下来第二个。あの手の答え合わせ、ね、1番は私じゃないです。2番目が私。現在能唱中文版吗？可以吗？啊，应该可以吼。只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呼呼。看手环的话也可以认出啊，没有那个花，我们换来换去，所以对。看看花不准。你不是把第一是谁？我不好说。我不是最黑的吗？欸，我应该是 Daisy 里面最黑的，还是不知道 GU 你喊就喊中文呢？中青透入啊，上传完了，恭喜恭喜！可是我觉得左边我圈起来那只手比较黑，那是谁的手？我也不知道。ガチ恋者としてはやはり悔しい。そう、まあスカート見たら多分一発なんだけど。中青透入的呀。歌词你们已经知道吗？还是你们都只能用空耳、空咪咪的方式吗？你们有没有跟成员对过 ？Plus 晚安。如果唱哪句啊？等我一下哦，找一下歌词。歌词放哪里 ？Oh my god！ 啊，好嘞。不在这里。等等找吧，我是要看九蛋版歌词哦。九蛋版不是好像有个地方有错哎，但是真的只听，然后写歌词真的太厉害了。晚餐吃八叉云集，卡妹说想吃的，粉丝版歌词应该都写的差不多。一开始呢，此刻的你假如洋溢着幸福吗？洋后面我不知道这个字。一开头是诗雅跟小迪两个人唱，吃苦瓜不是。然后再来是希望这段时光别有修饰符吗？修饰符，可能我看了。QQ 西服，谢谢还是在晚安。洋溢，对，洋溢。有些歌词地方很难哦，对啊，很难。像是什么？哪里啊？哪里？我看一下。哦，
有你为中央，久久耐皮肤。有你为中央，久久好久的久久。啊，好，等等等等，我等等讲好了。你们是想知道我唱哪里吗？大好き我觉得蛮难的。啊，对对对，盛元打的那个休止符吧。这边就很难猜歌词。如果单独唱哦，单独唱的我没有。哎，我发现第二次主歌，当你感觉无助又烦恼却不，那边原本是柏林跟默默两个人一起唱，可是我发现我听那首歌曲变成前面一段默默唱，后面一段变成柏林，就是变成 solo， 然后韩寒跟再来是韩寒跟子萱唱。那边也是 solo， 可是我们爱恋是悄悄的科目，涟漪缓缓一圈圈冒出，是我跟妮妮唱的，可是这边就有两个人一起唱，是有你，对对对，就我也不知道哎，原本写的歌词是哦这边是两个人唱，可是后来变成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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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我的话。我的话没有 solo， 对，谢谢 Mika 送我 Mika 找亮点，我都听不太出来我是谁。悄悄的科目，对对对，没错，爱恋是恋爱的爱恋，爱恋是悄悄的科目噶，对，然后涟漪噶，这个涟好难，就是水字旁。然后这是什么连呢、啊？联络的联，对，水字旁联络的联，然后涟漪的漪，这个是水字旁。这个字好难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反正有些地方真的你们很难猜得到。科目不是那个科目，苛求的苛跟羡慕的慕。原本想用腔调找路卡唱哪句，可是听不太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故意将青雨打的那个涟漪，对你来说太难了吧？超难的哎！涟漪缓缓一圈圈冒出，有你为中央，久久内皮肤却不认输，不对悲伤屈服，草木香的天空也跳最足。嗯？不是，刚刚的科目是陆克打的那个字。我买了陆卡推荐的，现在有点冷。哎、欸，对，真的会很怕热的人，很适合用啊。可慕哦，可慕，平常不会用的字，对啊，可慕。我想再确定一个地方。多感激伸缩是与无比的运气哦，对，那是对的。多感激多感激伸缩是与无比的运气，你看向这里，你看向这里，你看向这里，方向的向，然后视线一交集，想有很瞬间降临。卢卡饼干是什么口味的？巧克力爱好者，这些词真的很不常见。对呀、啊，天天老师就很喜欢用，不太会，平常不太会用到的字。大好きな掛け声は健在。そう、私たちも録音で大好きって歌ってるから、そこは日本語で言ってほしいです。居然是巧克力，对呀、啊，这也是天乐老师的风格，没错。一般人不会，没办法写这样的歌词。还好天子不是找方文山，也太难，这个中文真的对我来说有点难。毕竟我们听了他写的二十多首词。哦，对，然后我唱哪里？我唱的是那个。开头，我不顾
也要将那朵花守护。这边是我跟玲玲，万玲的玲玲，还有杰星，我们三个人一起唱的。可是呢，我发现这边杰星的好像我只听到杰星的声音，可能他们把杰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然后我跟玲玲的声音就完全听不到，连我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我一直在注意有没有一路往西。QQ， 这你们也听听看。我觉得我不顾也要将那朵花守护。这边几乎都是杰星的声音。关播音质问题，应该不是，应该真的是有调整。虽然我字幕上打了一堆错字，但保留一开始在耳空耳。那边我也只听出杰星的声音，对不对？虽然知道还有别人，但都盖过去了，被调整了。对啊，可能他唱的好听，所以就是把他的声音调大声，这样我觉得有可能。嗯。然后爱恋是悄悄的科目，涟漪缓缓一圈圈冒出。这里是我跟妮妮一起唱，可是我听起来感觉都不是我们的声音。对。都不像我跟妮妮的声音啊。还有就是唱唱歌跳跳舞，重新投入沉默下的天空，远眺追踪，我都有唱。对对，好像还有副歌嘛。嗯，然后最后一次副歌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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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有唱合音的地方吗？这首歌有合音吗？没有吧？有吗？超人気曲がデイジーに来たね。これ本当そんなに人気だったんだね。知らなかった。小雨晚安，好期待 MV。对呀、啊，期待一下。还不能说在哪边拍 MV 吧？嗯，不能讲。对，拍 MV 的那天感觉很热。有够热，然后我们穿的那个不是制服哦，那是私服。期待周五，剩几天？哦，还有三天。大安森林公园吧，不然猜不到哪了。我们说不定不是只有某个地点拍的，可能有一很多地方。好像看到制服，好像看到有粉丝。猜大安森林公园就是有够热，好想私服，期待制服。Luca 觉得服装如何？到时候看就知道了。说不定怀言自己重数不清，不太可能啦。好想，可能出国拍，有可能。礼拜五就能看到了，会好好期待。对，我们都还没看 MV。对，是一天拍完的吗？也是看了就知道了。那有用止汗器吗？跟你们说，我们拍的时候都不能带东西，就只有经纪姐姐们带东西啊，还有对，就只有经纪姐他们带东西。对，然后我们休息之后，他们就跑过来，然后让我们喷。我自己的止汗器就不能用了。我到时候看，还是不知道你觉得如何。有晒黑吗？都应该有。对，这么严格，应该说那边不能放东西、啊。对，就是我们有休息室，然后先放东西放休息室，然后他们说哦要去拍哦，大家去外面，然后去拍跳跳跳跳跳，然后发现啊、哦、我的水啊什么的都在休息室。对啊，早知道我的。我的凉凉应该要交给经纪姐姐，所以有第一次看 MV 的反应影片吗？就我们还没看呢、啊。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对，所以我的镜头多不多，我都不知道。
对，我有没有臭，我没有臭脸，我也不知道。你也对这个作品很有自信了，很期待。自信？为什么有自信？辛苦，这次 MV 剪真快，凉凉。那你那罐给陈大生吃的止汗剂还在，我没丢掉吗？我没有给他，什么意思？只希望滤镜。哦，那个 Taser 跟拍的是完全不一样。Taser 是我们的影艺部姐姐帮他们拍的，对，跟 MV 完全没有关联。就之前那个武丹也不是有那个嘛，哒哒哒哒哒哒哒，渐渐渐渐的，好剩一天的那种，很像那种天使。至少没有表现的不喜欢这首歌。我没有讨厌呢，我没有讨厌这首歌，只是一开始就是知道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是这首歌这样？因为这首歌的风格，应该说歌词风格，我觉得不太像我们 Daisy 组的。这首歌不是偷偷暗恋的歌吗？不要跟预告一样，不一样，对。影音部姐姐，就是影像部姐姐，对。有收听广播吗？没有。这首也是本家很经典的曲目，对，风格跟六单差太多吗？六单我不知道 ，Daisy 是什么感觉 ？Daisy 不能偷偷暗恋吗？我们就是很，我不觉得我们的公开就是、啊、我喜欢别人就哇，我好喜欢你哦哇的那种感觉。可是这首歌词不就是，我在这边一直等你什么的。就是那点名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在乎，一种单方面什么的满足，适合帅一点的歌，不是歌风不适合，是歌词内容不太适合我们。我们都是，我不觉得我们都是直球派的吗 ？Daisy 比较主动，对啊，就是 Daisy 的大家个性就是啊，我选我选我选我的那种，大家的个性都很强烈。可是这个因为喜欢你里面的女主角，感觉就是比较被动的感觉。静静的专注听着你的情愫，我偷偷用无形的手指，怎么听起来是工具人的主题曲 ？Daisy 也只有没有把大家都蛮，什么什么 skit skit damn 这样的感觉，有这个地带，我们都是直球派的，但是卢卡刚刚都没跟我说爱我。有吗？有这样吗？拜托，直球就砍掉我。那你觉得哪一首比较适合哦？哪一首？我觉得都，我个人其实很想要听 B 推。我觉得其他人之前三周年的时候提的歌单都不错啊。大声ダイヤモンドデイジー、多分ダイヤモンドはダメでしょう。あれはシングル曲じゃない。下下晚安，就很嗨的歌。デイジー会适合 B 的歌，就是我觉得我们组个性大家都不太一样，也很强烈的那种感觉。对啊，被唱走。所以你们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们吗？直球我都挥不好。
这样的歌星 A 的会不会比较好？ A 是什么意思？他が歌っててもよくない？なんかね、やっぱそいろいろあるみたいな、なんかね、あの上海じゃない、なんていうの、Team SH が歌ってる曲はき、あの多分一緒、同じ曲を歌うことはまあないなって感じ。觉得很经典的歌而已，只是大概唱不了几次。这首的 call 很嗨，哦对。いい曲全部なくなって、いや本当それ本当それ、だから今回ルーマーを先にやった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もちょっとある思う。だから先に取られちゃうって言い方あれだけど、先にそのティーム SH がやる前にもうやっちゃおうみたいなね。我觉得蛮好听，但是没有觉得特别适合曲组啊。对，好听，这首歌好听啊，好听是好听。谢谢乔安娜伸手甜蜜爱心，然后歌风的那个曲风蛮适合的、啊，就是嗨的嗨的歌，这歌词就有点不太适合我们。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对。但是我看你们的什么留言啊什么的，都说哦超这首歌超好的超好的，那对啊，这样你们开心当然是最好的。悪くないけど性的な、それはね、それはま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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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それはまあね、ま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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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うん、あのまあみんな思ってますけど、それはみんな思ってるけど、いや言えないね。这首很适合表演时唱，粉丝可以很嗨。我很喜欢他编曲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处理，反正没在听歌词能喊就好。早知道天爱老师把歌词全部魔改就好，对，变成好像也不错。谢谢蔡大哥的告白气球，这个是很棒啊，但符不符合你们风格是另一回，对对对，另一回事。就是我们大家提，也没有提，就是我们大家都猜的歌，然后我们想跳这首歌，想跳这首歌，这首歌蛮适合我们，就是想到的。就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吓到，想说哦，是这首歌哦那种感觉，对，但还好不是梦之路，这也是本家我少数知道的歌。你们终于有自己的歌，当然超好的，对呀、啊。其实歌曲什么其实没有到超级重要，比较重要的是有没有我们自己专属的歌。不管是什么歌曲，我当然超级开心的、啊。对，加了个超感觉。对啊，应该要改成写明电版的，没错。明电版比较适合我们。总不好留言说我不喜欢这首吧，不过我是喜欢。嗯。没有内部投票，没有没有，就是都是呢，上の方が决定的。公司有问你们想跳哪一首？没有啊，没有，不可能有。卢卡觉得另外两组的歌符合他们的风格吗？这个就对，好像不好说。要是梦之路是要哭了，但他最累，只好自己改歌词。期待 MV。昨天我听广播听得很感动，旁边同事还问我怎么了。现在广播正在放这首哦，真的、哦，刚刚都听不懂，没事，应该也不是好说的，还好不是本家五十九单，五十九单是什么？企鹅比较想看萨库拉跳，对，可是颜色刚好，我们都对。
企鹅蓝色，毕竟是投票活动的奖励，没办法。如果可以完全乱改歌词，那应该真的不错，也不用应用冷僻的词。啊，谢谢青雨的戳戳你。哦，前男友哦，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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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男友得死，哎，谢谢青雨送我戳戳你。Beauty。现在本家都不是走舞蹈的风格嘛。谢谢强哥的抽抽你。我觉得未来 AKB 感觉还是会走那条路线。嗯，如果会想挑战舞曲吗？みんなも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おう。まあでもね、台下的人我見てるから、その辺は。受到韓團的印象嗎？應該說他們覺得現在，他們不想輸給46團吧。對，想說那就改風格啊，這樣的感覺。舞蹈男的歌曲走嗎？對呀。反正现在因为真的46团比较红嘛，对，所以想可能就是秋元康老师觉得，感觉 AKA 不能一直走那样的路线，肯定就是稍微改一下，给就是让改一下曲风舞风，让大家给不一样的感觉。但成不成，有没有成功，我就对啊，我就因为现在确实那种 G 版啊，现在不是 G 版，前阵子啊，就是 rumor 的时候，就是前面 G 版的那个舞风，日本就真的很红了，失去原本的灵魂了。对，刚刚对每组颜色有点想法，可以小儿子猜一下服装颜色吗？直播怕卢卡会不小心，可以啊，但是你三天后就知道了。谁知道你会有看 ？Pop 哦 ，Pop 就是上次有人问我要不要跳 Pop。但是我不想跟风。拓展风格也可以，但不要拼掉就好。46的歌词很多，我不太行。可是青雨不是46的粉丝吗？原本给一点不同的刺激，46好多妹子好可爱，所以我才说小孩子猜。啊，对啊 ，G 也没了。可惜呢，就不知道下一单。他们是怎么想的？对，现在就 rumor 嘛，也有可能老板觉得哦，现在 TP 不是 TP， 现在本家都走舞蹈风格，那我们也走舞蹈风格这样。舞蹈风格就是那样的舞风。英版的 Overture 好热血，我以前是有追，是又现在已经没关注。这一半很忙吧？对呀。君、風に外歌うよ、愛は今も愛のままで。今日録音したからめっちゃ喉痛い，好痛。舞蹈单曲会比较给人留下印象，对，是没错啦。但是有会不会吸引到新粉丝，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谢谢陆克送应援灯，我觉得可以穿插主打性感帅气，副录曲还是可以可爱。
也都一直看天花板。其实我最近都好忙，忙着想你。欸，是又随便受伤太深。喉咙还好吗？现在有点痛。就今天录，今天去录音。用心唱法吗？就还是用习惯的唱法，但是声音就唱大声一点这样。老粉丝会不会喜欢也是另一个事情。对呀，我全部都喜欢。饼干，我以为你升学会这样发，就是拍一张后面很多一样。今天如果看起来很累，对，我真的很白痴，今天带错歌词。但还好我的 Word 啊，全部都在，全部都存在 OneDrive 里面，所以我就跟公司姐姐说，啊，姐姐救我，可以帮我印歌词吗？这样，不是录音。那一团的我喜欢的歌好像都没什么，哇哇哇！今天开就跟平常一样，但还好有存，对 OneDrive。电脑还没换新的，就用卡妹送我的，可以偷看别人的吗？什么意思？印一张要1块钱吗？哦，没有，是我现在有两张，很多张歌词，对，我前几天都印出来了，结果都忘记带，还带了完全没有关系的歌词单。唉，好痛！能解决就是最好的，往好处想，对，真的，没有收钱。看别人的歌词当然不行啊，我们都被分开，而且每个人唱的 part 都不一样，每个人歌词不一样，歌词是一样，可是唱的地方不一样，而且我们录音都是被分开，有隔板，一个人占一个位置。46最爱的歌之前点过哦，是哪一首呢？卢卡累了吗？看不出来吗？卢卡会在歌词上面会打勾勾吗？是什么样的勾勾？要少说点话吗？嗯，练 A 曲目，同时也在背 B 曲目，喉痰在房，不是那个叫什么？厨房。乃木坂にフィンランド民謡あり TP にインド民謡あり喉嚨痛若只好比手语。我最爱也点了，第二爱的笑笑帮我点。录音跟合照一样有隔板。我是说你带错东西是累了吗？有可能哦，嗯。勾要换气的地方哦，那个一定的，就是录音师他们，就是录音帮我们录音的人。帮我们录音的哥哥就是帮我，就是他们叫我们打勾勾，可以去那个喉糖吃。没录完一个人要消毒吗？应该有吧。我们今天是第一个。自己距离过的对，过的给，突然忘记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吗？这首吗？录完有握手吗？握手什么意思？要戴口罩唱吗？不用。割とノリがいい。ルカ还记得哦？没有，不记得啊，所以才问你们是哪一首。嘿嘿嘿，那是我点的。欸，所以自己距離過是什么样的歌啊？自己距離過みたいな曲だっけ？やばい、思い出せない。我已经忘记了。我对奶团不熟，如果今天看起来比较累，嗯，是蛮累的，而且喉咙很痛。我昨天去耳鼻喉科，我后面有一位确诊的人，他还做 PCR， 太可怕了。嘿嘿，是谁？感觉那个在怎么的？
太可怕了，对呀、啊，超级可怕的。我是因为过敏所以去了，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唱歌一直都有卡痰，过敏真的太严重，所以我就去耳鼻喉科。可是，对呀、啊，那边可以做 PCR， 所以就是已经两条线的人都来了，一定会来。对，然后他还37.38度什么的。真的好可怕，还在里面咳嗽，想说去看医生，结果我中奖了，会不会太糟糕了？我不想要花6000还看不到你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几天，那你感觉很可怕？去诊所要戴 N95，那他们都没有戴 N95 啊，真的有够讨厌。保重身体，我不想要退票。你们最早什么时候退？没有快筛阴性才出来耶。我前天有快筛啊，就是发现我过敏真的太严重，想说是不是得了，然后是阴性，对。然后那边的医生跟我说，你真的不舒服的时候再快筛就好。我也希望没事啊。两条线还不到 N95，对呀、啊。我这么开心的人呢，太没良心，已经快不能退票了，怎么办呢、啊？啊，好可怕哦！14号哦，我看一下。好，那我14号再筛看看。这次连 VIP 的票都卖不太出去，是哦。那你要怎么看先看过来说的？不要自己吓自己，还好昨天把多的票卖出去。哦，已经可以卖了吗？不好的预感。希望是没事，真的有点，现在喉咙真的有点痛。甜甜圈有抗体，我相信你也有希望。幸好我早卖了。你不会去吗？你的可以的。怎么了？我们卖完了，哦，好，所以你们现在有的票就只有自己做的哈，好，太可怕，我忘记什么时候表演，2个礼拜后吗？就是这几天会不会有人中奖，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人中奖就不能上台啊，对不对？下礼拜天，差不多2个礼拜。喉咙痛可以喝蜂蜜水，好，我等等喝。现在真的有点痛。真的有点痛耶。如果会紧张吗？还好。会啦，对。只是我怕很累而已。因为那一周我真的太忙了。哦，怎么办？对啊，我真的好忙哦。我一整天可能回不了家，碰奖怎么办？有吃过枇杷？有啊。要不要早点休息？是可以的。是喝太多，是唱太多歌的痛，还是感冒的痛？我也不知道哎、欸。也有可能是唱太多，然后喉咙很干，因为那边空气真的不太好。录音师没有窗户嘛？对，那边空气真的不太好。卡妹照顾。明日は仕事じゃあるんですよ。もう最悪。今週ずっと仕事ある。カメ不在吗？カメ也不一定一直都在。看痛的位置，这里，右边，就是很干的感觉，好痛哦。看来今天不能弹豆人了。可以是可以，可是我怕这次也没有什么人要玩。我が応援してるからね、ありがとう。不是偏条线那边就还好，大家都戴好了。啊，大家都戴好了。又看，最近熬夜吗？就是睡不了。我也可以加一，真的吗？确定？还是你们帮我开？
开房间。我不知道要怎么哎、欸、啊！谢谢陆克送甜蜜爱心，没有那个游戏，是对啊。要不要先喝口水，多吃一点甜点？那我都到了，怎么跟你说房间号码？在留言留言这边，你会不会感冒了？不是感冒，应该就是过敏，对，过敏或是确诊，其中一个。太早开了吧？现在开有点太早哦，再等半个小时吧。可是你要等很久啊，会伤电池。健やかなる時もやめる時も喜びの時もあなたを応援していることを誓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会被踢出去吗？嗯，什么意思？希望是过敏，痛的位置不太像确诊，应该还好。希望是这里，那是过敏没错，只是现在咳嗽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时候卢卡的饼干是自己去买的，自己去买的、啊，我在北车买的，我都放在充电桌上啊，我的又不是 light。 哦，好，好啊，好哦。又开，我原来只要买一片，对。那个饼干真的很好吃。我只有买一片，我都用电脑玩，是不是电脑比较好玩？啊，电脑，用电脑是不是比较好用？嗯，好难操作。我觉得我第一个会，我应该会第一个输。电脑比较好操作，你今天去买来吃吃看。嗯，哦，真的吗？哎，算了。哎，话说，突然想到。我现在玩马娘，我从来没有抽过温泉呢、欸，温泉券到底是为什么呢？你有吃过 Subway 的饼干吗？当然有啊，你大概会被甜甜圈抓住动不了。先下线，好，拜拜。运气问题吧，对呀、啊，氪金，氪也没有吼，抽都没抽过，对呀、啊，连抽都没有，每次都抽到卫生纸或是红萝卜。卫生纸只有抽过两次，其他都是红萝卜，是不是有抽到你没注意？没有啊，我确定是红萝卜，就是体力不是变高吗？上升，我抽到六张了，为什么？氛围增加很多，抽到卫生纸太衰了吧？对呀、啊。运气太差了，我都抽到五次了。对啊，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起泡澡？难道我的企图心都被他们看光光吗？所以我才没办法抽到吗？今天抽到新卡没？谁啊？啊，新的卡片是不是？抽到卫生纸还会掉心情，对，超讨厌。平时有扶老太太过马路吗？没有。那个是在哪里抽？游戏里面的，游戏里面抽的。看来应该是哦，无欲无求才能泡汤。那我可能永远没办法跟他们泡汤了。我126抽没抽到新卡，我也抽不到，所以我直接去泡温泉。企图太明显，对啊，我的下心可能被他们，对，好像中文没有下心这个词。我的那种企图心被他们。看关关太明显了，心里想着我不想抽到才会抽到。那个像机器人的马年，我把存的石头用光，那看来我也不要存好了，就直接用掉，反正不一定会抽到。没有做好事，这样没办法，历经好运。美波波旁，誰だろう？隐隐知道你不怀好意，嗯，他的企图心，对，可能被他们知道。我只抽到一次温泉，然后就闹钟用完，翻车没得泡了。这对、啊，这个也很讨厌。
你就一直想着你要抽卫生纸，这么想泡汤吗？夏天泡汤很热，游戏里面就不会啊。你最近有抽吗？有啊，就会抽到温泉了，可以保底两百抽的样子，就新的两只嘛。一直想着我要卫生纸，我要卫生纸，结果真的抽到卫生纸。上一个新卡路卡抽到吗？好歌曲有啊，不小心抽到的。你抽码还是卡？哦，最近，应该是我抽资源卡，200抽要氪金才够。我泡汤也是拿到券后闹钟用完。哎呀，太讨厌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泡汤呢？应该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抽呢？抽到温泉旅馆的券呢？什么时候？一直想要抽卫生纸，真的抽到卫生纸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开心。第一次看露卡直播，不是吧？我有看过你啊，我差点就忍不住把剩下的预算拿去磕。我最近三次都是一根红萝卜，卡丘跟我说一样。等你氪金的那一刻，我不会氪金，绝对不会，还是要。姐泡汤的图给你看，不用啊，不用啊。我为什么想看你们跟马娘一起泡汤的样子？我要自己去看。汤子磕了500包，我也不磕了。又有新 CP 吗？我没有跟他泡啊。雷军说他可以帮你磕金，不用啦。不能存到30000宝石去抽宝地，哪边可以跟马娘泡呢？就是游戏里面有一个抽奖的，那个叫什么？抽奖的过程吗？反正就是到目标一直 create 成目标成功之后，某一个阶段一定会抽奖。然后一般会抽到红萝卜，然后体力会上降什么的，但是运气好就可以抽到温泉旅馆的券，对。然后最后如果 URA 决赛赢的话，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泡澡啊，应该说可以看他泡澡的样子。但是我从来没抽过。对，商店抽奖，培育过程中可以抽奖。对。アカウントの ID とパスワード教えてもらったら。我原来是医院。卫生纸、红萝卜、一包红萝卜套餐、温泉券，对，没错。前提也是要赢比赛，对，就算有抽到温泉券，如果没有赢比赛的话，就没办法。但是我连抽到都没抽到，其实是一起泡，只是看不到自己，笑死。对呀，该不会泡澡的过程就只有三四秒而已？希望不是。前提要赢到最后，我都把手机都泡一起，手机都在浴缸一起泡。所以要一直玩樱花镜网比较容易赢决赛，大概7-8秒吧，也太短了吧。我只有泡温泉过一次，也太好了吧你们，我从来没有泡过，我都没抽到。那等你抽到温泉券之后，会不会给抱怨说怎么赢不了比赛？有可能。一张温泉券当然只有7秒，还不能回放，要失望了，关加速就没了，怎么跟握手一样？前几次不知道泡汤画面一直被我快转，笑死！我到时候还按到快转。握手券也只有7秒啊。我刚刚看
看到有一个 LINE 说明天工作时间放掉，好讨厌啊！啊，然后改别的日期，可是那天我本来不用去台北，然后现在又，哎呀，原本有我原本明天有两个工作嘛，对，原本有两个工作，反正就是一次去台北就可以处理这两个，可是现在有一个取消，然后改成别的日期，然后改掉那个日期，我原本不用去台北，好烦啊！要分成两天，明天还是有事哦。对啊，所以我对，最近真的太忙了。对啊，多跑一趟的概念，有够讨厌。明天还是要去，没错。对。改时间正常啊，看是看什么通告啦。お疲れ様です。算了，那要早起吗？也不用太早起床，对。算了，对啊，改时间是很容易常常发生的事情。ちょっと水にして叫んでもいい。喉痛いから叫ばない。けどちょっと今イラッとしちゃった。もう。いいや、しょうがない、こういう日もある、こういう日もあるさ。これを大事に、ありがとう。现在有新的限定礼物任务可以解了，是真的小麻烦呢。好烦呢。不用早起就好，没有，就是比较早的工作，还有比较晚的那个工作没了。唉，算了。那可以早点休息也不错的，对啊。可是原本可以休息的时候就不能休息了，好讨厌哦。可以早一点下班，结果比较晚的工作延期，对，至少不用半夜回家。这个工作本来就不是太晚回家。几点对卢卡来说算早起？8点前。这样一天比较会，比较不会这么累。可是我要在家里做家事耶。我觉得10点前都算早起，哦，是没错的，对。博晨晚安。你不都10点多才睡吗？我昨天是5点睡的，然后今天几点起床？10点起床，10点半起床。对，我平常上班都不用八点前起来，很好啊，很好，好好珍惜现在的工作。工作问题一律建议离职。我三班都6点起嘞，睡真少，5点睡太早了吧？你这样才睡4个小时，5个小时吧？5点睡啊，6、7、8、9、10，对啊，5个半小时。我平常上班早上的3个小时都感觉在梦游。你半夜在忙什么呢？不告诉你。睡3小时就够了。
好啦，我半夜都在看东西，下午一点开始才感觉有工作。哎呀，辛苦你们了。哎，仕事があるだけいいってことで、そうね。我都睡到买中餐去中哎、欸、学校吃。卢卡都在刷短片吗？也没有啦，不是。什么有趣的节目啊？就是看节目或是在看漫画什么的，都有。谢谢送守护灵。很痛，嗯，マジで痛。最近有什么推荐的节目吗？最近吗？最近，なんだろうね。我打的自录作品的歌词啊，对，对，过多的。最近有被咬吗？昨天。对，可是还好，一点点而已。东西，对啊，东看西看就天亮了，没错。然后玩麻将也会天亮的。Discovery 有一个节目很好看，昨天看漫画。我早上上班时间，今天要早睡，然后不知不觉早上，哎，不是讲错，都在想卢卡还有中午吃什么。哈哈，台货者木钥匙超玩，怎么好像你每天都被攻击？没办法，碰奖太笨了。活动卡呢？几张？好像只有到两张哎，第三张我还没凑齐。每个都到保底了，真的好累哦。就一袋，本当一袋。我今天可以早点休息吗？喉咙真的有点痛了，玩的心很累吗？对啊，一直都赢不了。看完八个剧情，我也都保底。世界中の誰よりきっと負けないと踊るポンポコリン知ってるかな？あ、知ってる知ってる。全部有名。比较难是29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啊，对不起哦，我先念完好了。啊，真的好痛。谢谢善宇的抽抽你，能不能早点休息？啊，希望今天可以早点休息。哎呀，嘿嘿嘿。大事にね、ありがとう。身体要紧，嗯。赶快去补眠。谢谢你们。听到卡妹的笑声，欢迎再次晚安。这几天可以不用来我梦里找，没关系，好好休息。我有出现过你的梦里吗？我有出现过你们的梦里吗？有吗？卡妹在看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哦。你要保护自己，不然我会担心在无心上班。好，让你好好上班，我会好好休息。还蛮惨的耶，有吧？哦，真的哦，怎么这么厉害？我在梦里都怎么样？陆克的梦里有，梦里有谁啊？梦里什么都有。这样自然会败坏。梦的部分不如换我过去卢卡那吧，别噩梦。等一下，重复夫妇呜呜大将军，谢谢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原来是旅馆。你很常对我摆臭脸，真假的？怎么这么坏呀？梦里的我怎么那么凶？我梦过我们一起去吃一兰，哎、欸，好像不错，一边可以看到，一边可以吃拉面。曾经梦到卢卡在我梦里一直吃东西，吃不停。你们对我的印象是什么？都是吃货吗？你要拉长音，呼呼，呜呜。
说到重复，除了旅馆还有谁？我一直记得你说过谁会梦不到，所以还是没梦过。梦里的可能是其他的平行宇宙。我好痛。我梦过不对，我没梦过。好啊，好哦。对你的印象，翻翻直播黑历史。我梦过最夸张，卢卡给我一个很特别的饭商。什么样的饭商？所以饼干是什么？楼下帮我回答一下。哦，刚刚讲了，巧克力爱好者。看你吃东西很疗愈，还是卢卡忘了？我记得啊，我记得。睡前看你的话，就比较容易梦到你。好像还有梦过去你的名字那个巫女长久的地方，好奇怪的梦。我梦到卢卡一直要我带他去吃大餐。店员点点点，那是什么梦？口交？不是口交，口诀。这个怎么念？口什么酒？为什么大家对你的潜在印象都是吃？我也不知道。哦，口交，对不起，口交。我梦到我舔了你握手会一步，只有一步吗？因为其他不能讲吧。谢谢旅馆。什么其他不能讲？什么意思？因为每次卢卡吃东西的时候都很开心啊！哦，我懂了，我懂了。其他的梦都不能讲。我梦到公园最后，你嘴唇吸着一颗糖果走到我面前，啊？什么意思？就是吃糖果后就这样给你吗？的意思吗？他们梦了什么不能讲？旅馆那是预知梦，卢卡六在握手会完了。梦到什么不能讲？梦到什么不能讲哦？原来以后不丢彩带，改吐糖果，有点害羞。哎呦，梦到走心，谢谢 Play 送我真情告白。哎，不要念白了，各位。今天的第十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九名是茶茶，谢谢茶茶。第八名是博纯，谢谢博纯。第七名是原田，谢谢原田。第六名是孤江，谢谢孤江。第五名是秋夏哥，谢谢秋夏哥。第四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三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二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一名是走心大将军乔纳森。哎呀，辛苦了，大家晚安哦。早点休息，没问题的，拜拜各位。早点休息，你们也是，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工作加油，你们也是，希望喉咙明天就好了，真的，拜托不要。现在我就频繁的梦到九月有公演，八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公演。对 ，Echo 晚安，浩一晚安，辛苦了。顾江晚安，工作加油，谢谢，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晚安，拜拜。啊，对，我突然忘记讲，你这有件事情，我今天原本要讲，对，突然想到，绝对是我的生日公演，八月的物美也满了，哎，是哦。好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八月的六日全部都满了吗？你可以十一点开，没有，就是呢。今天我不是 po 文吗？po 照片。对啊，都满了啊！我刚刚讲吗？就是我原本选了两张照片，可是我一发出去，那两张的其中一张变成。没有要发的那一张，对，所以我重发了。然后最近想说，最近 IG 怎么这么可怕呢？这样，哎，我好像有讲哦，看来我
也变成重复大将军了，为什么不发呢？那这样有点害羞。可是不觉得很可怕吗？原本没有要发的东西，发现被公开了，这样也一直重复哎、欸。要发的那张怎么了？哪有都很好看呢、啊？有人有吗？都很好看的时候哦，那就好了。对，来不及看到吗？没关系的，没事没事。永章超美的，谢谢，ありがとう。嗨，你们要开吗？对，我觉得我不能再讲话了，但是我可以玩弹豆人，希望有十个人啦。没有十个人就对啊，等到五十五分吗？我还在外面遛狗哦，真的吗？啊，好，那就不要玩了。感觉应该不会有十个人啦，对。你好，你开，但是你觉得时间？对，你觉得没什么人就帮我直接关。好，我记下来了，等一下。好的，啊，拜拜。我还在外面被溜。高高迪是狗狗吗？晚安，拜拜。晚安，拜拜。